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玩具秀，我是你们的秀秀姐姐。上课了，羚羊老师走进教室，他在课堂上讲着故事，乔治听着听着就睡着了。他转身发现乔治竟然趴在桌上睡着了，羚羊老师很生气，走过来批评了乔治。乔治很不开心。放学了，猪妈妈来接孩子们，可是乔治不开心。于是猪妈妈决定带乔治去游乐园玩转盘。乔治很开心地跑了过去，猪妈妈跟在乔治后面去玩转盘。他们一起坐进去，猪妈妈转动着转盘，他们在转盘里笑得很开心。乔治也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不愉快。下来后，乔治告诉了猪妈妈今天自己在学校做的错事。猪妈妈对乔治说道，乔治，没关系的，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知道改正，是很棒的乖孩子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玩具就玩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